螺蛳粉底汤料特别的浓郁，然后今天直接那个啥呢，送个东西呢，这个别的直播间没有多少主播会卖这个价格啊，39块9毛钱底汤料特别浓郁的一款螺蛳粉，划下来的话3到4块钱一包，明白吗？是地地道道的柳州口味的螺蛳粉，今天所有付款成功的39块9，别的直播间没有啊，最多就8包，今天我给你发9包，付款成功给你再送一套碗勺，明白了吗？这个碗勺成本都要6、7块，我都送一套，我都少赚5块钱啊，直接送你们了，作为一个心意送你们了。平均下来的话，一包螺蛳粉才3到4块钱，你吃夜当夜宵，当个下午小点心，或者说哪怕是当中午饭也可以啊。这个螺蛳粉可能被我吃完了啊，被我吃完了，然后咱们就说没有了，因为刚刚已经介绍完了嘛。然后里面这个粉，很多直播间，咱们直播间不是很多孕妈吗？说哟，这个螺蛳粉真的可以吗？孕妈能吃吗？能吃，很多螺蛳粉里面的粉里面含了胶，是不是？煮的话都要煮很久很久很久，煮个半小时才能煮烂。我们这个螺蛳粉里面不含胶，明白了吗？孕妈孩子放心去吃，孕妇可以吃吗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这个粉里面不含胶啊，你可以去问问看，很多直播间卖的螺蛳粉里面是含胶的，明白不？你这里面不含胶，孕妇可以吃，来就要花钱。这款螺蛳粉，卖了应该有就是80%的回头客，几乎都会来回购的一款螺蛳粉，好不好？柳州当地地地道道的柳州当地的一个味道啊！你们去柳州超市里面去买的话，这个螺蛳粉卖15块钱一包，然后咱们这边39块钱发9包，一包是3、4块钱，你都可以批发回去卖了，明白不？无限回购，别的直播间卖的话，正常就7包8包最多了，我们给你发9包，然后给你送一套碗勺啊，现在碗勺最后10个数，这个就过了啊。然后今天可能还最后40-50单没拍到的话。去抢吧啊！明天必定有货了，明白不？然后今天所有付款成功的，我都给你们昨天2天左右发作，给你们最好的售后。收到后有任何品质问题啊，直接那啥。这个螺蛳粉特别在哪里？为什么说这么好吃？为什么说这么多好评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多螺蛳粉你吃螺蛳粉是不喝汤的，我们这款螺蛳粉一定要喝汤，因为汤很鲜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是用牛骨头去熬制的，明白了吗？刚刚你们看我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又不？不停的都有小姊妹去反馈说，又有螺蛳粉收到了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真好吃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螺蛳粉好不好吃，看底汤料就知道了。这个底汤料浓不浓？浓不浓？里面加了牛骨的成分去熬制的，明白吗？很多螺蛳粉为了降低成本是不会用牛骨的，一般都是用猪骨跟螺蛳两样。我们是牛骨、猪骨再加猪骨加牛，猪骨加螺蛳两样东西再加牛骨，所以说。熬出来的这个底汤料特别的浓郁，那煮出来的螺蛳粉，它口感一定是很好吃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可以决定品质的一个东西啊。但是我们相同价格在别的直播间买的话，可能有买的更相同的数量，但是没有相同的品质，懂了不？啊，懂了不？有辣条吗？辣条在几块钱一包？每一包能煮出来满满的那一盘啊，一盆，39块9啊，39块9。下次卖的话，我们最多就8包了啊，就啥也不送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人家都是这么卖的，悠悠的话可能就是说，哎，卖过这个价格，你们就是 一直跟我砍价，一直跟我砍价。下次卖的话，咱没不能卖9包，还送碗勺了啊。这个别的直播间的话，你别说碗勺了，9包都没有啊。我给你们9包送碗勺啊，我最后10个数，39块9除以九的话，一包划下来3、4块钱，3块钱送个碗勺。这个碗勺如果你不喜欢的啊，你可以备注不要碗勺啊。我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对，里面的腐竹啊是现做。现生产，现那个现包装的，来过了30块钱，39块99包螺蛳粉，9包螺蛳粉。助理把他们所有付了款的给他们通通先排单，拍下啊，2天左右发送，明白了吗？我不会让你们等个5天7天的，这个我3个小时之前已经卖过了啊。然后那个后进来的姐妹不是没拍到吗？给你们再讲一遍啊，再见面，很辣吗？正常的辣度，你们可以点进去看看你们评价啊。好评率能达到98%以上，98%以上，明白吗？芒果汁是吧？好嘞，来最后一分钟，最后10个数啊，过了。我以前刚做吃播那会儿，3年前刚做吃播，卖的第一款螺蛳粉就它，何味芳，你们可以去百度百科搜一下，百度搜一下，搜何味芳，人家这个品牌有10几年的口碑了，啊，品质不用担心，很好吃。吃的是什么？不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红毛丹是吧？九包，39块9包，送一个晚上。何味芳哦，不是杂牌子，好多杂牌子都送不了这个东西。你们吃螺蛳粉没有喝汤的习惯啊，姐妹们，如果没有喝汤的习惯，
这个螺蛳粉一定要喝汤，明白了吗？因为这个汤里面用牛骨熬制的，底汤料特别的鲜啊，特别的鲜。六叔可以吃，我们螺蛳粉这个粉是不含胶的，明白吗？很多螺蛳粉含胶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怎么煮也煮不熟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螺蛳粉，这个粉很好煮，十到十五分钟就煮好了，很好煮，很好煮。煮完之后的粉超级的软，超级的糯，因为里面不含胶啊。很多孕妇不敢吃，这个你放心去吃啊。螺蛳粉九包，感觉这个没荔枝好，对，这个很像荔枝，但是没有荔枝好吃。这个叫红毛丹，40块钱几个，一盒里面几个？红毛丹几个？六个，六个，就六个。你玩懂？我的妈，40块钱就六个。我还不如40块钱买个螺蛳粉吃，我真服了，这个螺蛳粉真的超级好吃，谢谢谢谢啊！这螺蛳粉是我之前吃剩下的啊，不是说我不吃啊，已经吃完了，姐妹，这个螺蛳粉已经卖完了，知道吗？之前吃的这个已经凉了，里面的花生啊，里面的这个酸笋、脆笋啊，这个料啥的都嘎嘣脆啊，每一个食材都做得非常好，都可新鲜了。你看到现在还是脆的，我喜欢吃里面的料啊，很多螺蛳粉里面的花生都是不新鲜发霉的，一股美味，用的是去年的旧花生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里面的花生用的是今年的新花生啊，脆脆的。39块9啊，39块9毛钱，给你们发整整9包，送我刷，最后十个数过了啊，明天不一定有货了，姐妹们，来逛。鸡腿几个呀？那个是鸭翅根吧？鸭翅根，拍下的一定要记得付款啊！然后付了款的助理在旁边开始给你们排单了，先付款的，然后先排单，先发货。你们想快点早点收到货的，早点收到货的啊！一定要记得付款，付款的话这个没办法给你发货了，知道吧？鸡爪49块9发2斤，89块9鸭翅根发10个，紫米面包10个，就不不。五谷鸡爪的话，49块就发5斤，不是？呸！五谷鸡爪49块就发2斤，89块就发4斤啊，发4斤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我有点开始胡说八道了，开始。被屏蔽了，被屏蔽了，没有屏蔽，没有屏蔽。介绍一下五谷鸡爪，五谷鸡爪里面有讲解，你先看一下。49块就发2斤，89块就发4斤，89块就更合适一点啊。开始胡说八道了。有没干脆面？没有。火鸡面12包，脆枣几包？脆枣。鸭脖没有了，亲爱的，没有鸭脖，没有鸭脖，那个是鸡脖子，没有的话就没有了。鸡还有脖子，你这课让你唠的啥意思？熔岩蛋糕在几个链接？火鸡面12包，脆枣几包？还有多少没拍到脆枣的？我瞅瞅，这脆枣每天都不够卖的，我的妈！脆枣每天都不够卖的，每天都能卖的超好。这个脆枣，熔岩在26号链接，发6个，然后发6个熔岩，这一包脆枣的话，大概拆出来能拆出来这么多。脆枣12，姐妹十没收到货，哦，不是，没拍到的。脆枣要需要讲解吗？不需要讲解，我就不讲了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螺蛳粉9包，螺蛳粉9包，亲爱的，螺蛳粉9包。我以前觉得喊亲爱的好别扭，然后现在不知不觉的喊他们亲爱的了。烤脖10根啊，烤脖10根，螺蛳粉9包，螺蛳粉9包送个碗勺啊，送个小碗小勺，39块9好用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今天拍视频那个西数泡芙，这个泡芙18块钱一个，18块钱，妈呀，18块钱在我直播间都能买好几包螺蛳粉了，18块钱一个泡芙，太奢侈了。
这个脆枣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，低温脱水烘干制作而成啊，没有壳，泡芙好吃吗？你说好吃呢，也是的确挺好吃的，但贵也是真的贵，贵也是真的贵。每一包外面买的话，10块钱一包啊，10块钱一包，低温脱水烘干制作而成的，非油炸啊，这个。脆枣不是油炸的，明白吗？外面买的话，19.9块啊，19.9块，2包、3包、4包。好，外面买的话，19.9块只卖2包。今天咱直播间直接给你发5包啊，5包。太想看你吃牛油果了，泡芙好吃吗？还可以，这个面包好好吃。这个是泡芙，姐妹，螺蛳粉，所有拍下的一定要记得付款啊！助理在旁边开始给你排单了，先付款先发货啊，2天左右就能发走。螺蛳粉九包巨好吃，如果这款螺。每一包螺蛳粉划下来才3到4块钱，如果这款螺蛳粉拿到手，每一包它的品质、口味啥的，它不值3块钱，它不值4块钱。姐妹，你今年不要买我家任何一款螺蛳粉了，明白了不？啊，这个螺蛳粉真的巨好吃。来，没有拍到的直接去一号链接去拍啊。这个脆枣给你们再讲2分钟啊，再讲2分钟啊。低温脱水烘干制作而成的非油炸啊，19块9外面买，只买2包。今天咱直播间给你发整整5包，5包还不够。啊，拍下给你们再加一包6包，然后今天大福利，这个脆枣每一包脆枣啊80克，都需要400克的新鲜枣子才能做得出来，它要去核、去水分、低温脱水、烘干制作而成的，不是油炸，明白了吗？配料表里面干干净净，只有枣子和油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。油的话，就是它在烘干的过程当中，在表面上刷了一层油，其他没有什么东西了啊。老少皆宜，拍下今天所有19.9，给你再加一包，拿到手7包，明白了吗？19.9块7包啊，无限回购，19.9块一，外面买的话只买2包，今天给你发整整7包，一包才2块来钱啊，特别的酥脆，这个没有任何防腐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沾到汤了，刚刚已经拆出来好久了。上完就出来。螺蛳粉太好吃了，哎妈，谢谢。螺蛳粉在1号链接啊，继续拍，这早再拍1分钟就过了啊，给你们来一个返场啊，来返场。女孩子可以多吃点枣子，它是自然生长的，自然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枣子的甜度，配料表里面不加任何的糖分啊。蔬菜肠几包呀？蔬菜肠发6包啊，6包。麻薯15个，青团发3包，看到没有？干干净净，老酥脆了，这个炒米粉发9包，又有什么时候吃炒米粉？改天吧，改天。鱿鱼丝发7包啊，7包。过了啊，姐妹们，你们还想看啥？要青团是吧？可以，来，青团可以，有青团。脆枣过了啊。脆枣7包，脆枣7包，这个青团，这个青团已经没有了，吃完了。给你看一下青团啊，青团现在不是吃青团的季节吗？但是好多人都自己在家自己做，但是青团做起来可麻烦了，超级麻烦，是不是？来，脆枣好好吃，谢谢谢谢，需要用艾草去给它剁碎过滤，是不是啊？用那个面粉给它和匀了，上过蒸，我的妈呀，可麻烦了。我看过那个视频，
一个是这个口味，就是那个，牙膏啊，牙膏发六支，青团有卖的嘛？然后青团有玛丽莎啊，外面买的话，各大的这个超市也好，或者说那个糕点店、甜品店也好，都开始在卖青团了，是不是？脆枣发7包啊，脆枣发7包，烤肠发4包40根啊。牛奶枣会酸吗？不酸不涩啊，微微的甜，特别的好吃，特别的脆甜。去看看评价，全是好评。脆枣不酸，不酸不涩啊，不酸不涩，微甜，只有2分甜啊。一丝丝甜味儿，然后这是黑芝麻馅儿的，黑芝麻馅儿的，这个是咸蛋黄的，还有个什么口味？还有个是红豆的，红豆的，瞅瞅。那天在那个什么，无锡河是吧？我看到那个青团啊，一盒18。Oh my god，一盒18。但你说18呢，在实体店也还好是吧？人家必须要房租费、人工费、店面费，什么都费在里面。但是我们呢，直接工厂直发，3个口味啊，糯糯唧唧的，很好吃。这个青团。正常买的话，真的要20块钱一盒，18块钱一盒，一盒里面6个，这样6枚，每一盒里面6个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都吃过了，我切过了啊，切过了，满满登登的六个，六大个。然后咬开之后，里面的料啊特别的多，料十足，一盒18，两盒都得多少钱啊？都得30多块钱。来，几号有货吗？青团可以直接给你带一波啊，直接带一波，有货吗？几号？6月17号，啊？6月7。来，付款成功，29块9买2盒都买不到啊！今天直接给你发2盒，拍一下，再送一盒。付款成功的，再减4块钱，25块9毛钱。3大盒，每一盒里面6枚，明白了吧？然后总共三个口味，任你去选。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咸蛋黄的口味，咸蛋黄是我的最爱啊。如果说买回去给爷爷奶奶，包括你自己喜欢吃什么黑芝麻馅的、红豆馅的，你就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味道。但是我个人我比较推荐，我喜欢咸蛋黄的口味啊，中间这个肉松咸鸭蛋黄，但是它每一个料都很足啊，满满登登的。它是用艾草做的，这个自己做起来很麻烦，超麻烦的，超的。改个那个拆一个那个蛋黄的啊，咸蛋黄的，这个做起来可麻烦。螺蛳粉几包呀？螺蛳粉9包啊，螺蛳粉9包。这是品牌的，味资源品牌的，旗舰店卖的话是19块9一盒，3盒要60。